他今天唱罢枪了，别跟他讲了，别跟他讲了，我从来也跑不上你那家的冲浪枪了，别跟他讲了，别跟他讲了，就干上你的三家，你妈家的跑完枪了，别讲了，别跟他讲了，讲到了东山下你，东下的就身份证你，都一把东山的落你，都用装回民证你，什么把东山的落你，都说那么他也对你，都一把东山的伤你，都说日本将军对你，都讲了那一人一口，说林波压抑压抑穷笑。这是一首非常热闹而又好听的打墙歌，那么究竟这打墙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号子鉴赏人蒙曼老师和张千叶老师来解析，有请。这个打墙歌啊，它是藏族的劳动歌曲，属于建筑号子。这个夯土是一个怎么样的夯法呢？就是在这个地基上啊，先加两块板子，然后在板子中间就是加上那个土，然后人用那个大的就是工具吧，上细下粗那种工具，把这个土给砸实了。其实咱们汉族的这个万里长城也是那样修出来的，这是一个重体力劳动。所以你看这个男生哈，他就非常激昂。哎，我觉得把这种快乐和这个男性这种激昂混在一起，哎，这就是一个独有的有藏族风格的这种声音形象。因为我多次到西藏采风，而且我亲眼看到过一群藏族男女同胞在那打墙，非常有特点。藏族的女生，你感觉她那种声音的穿透力，那个是不可抵御的，真的是高原里透出来的声音。这首歌呢，我觉得在编创方面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它中间的间奏，它是用男声，类似像 rap 这样的形式，就很有特点。另外有一只二胡，就一只，你听起来不单调，它跟男声的这种语速、语气和力度，就像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二重奏。所以这首歌真的感觉到是非常棒的一首劳动歌曲。
西拉哈拉塞哈拉塞呀拉索西修呀拉德勒修索呀拉哈拉塞哈拉塞哈阿拉塞阿拉塞呀拉，索西修呀拉，德勒修索呀拉。青稞啊，而且阿兰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回到家乡的感觉？有，其实我非常想把我们家乡这种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特有的一种音乐带给广东的朋友。那么这首歌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号子鉴赏人蒙曼老师以及张琴怡老师，有请。把青稞啊，其实跟把麦子是一样的哈，就是给这个青稞脱力，妇女啊包括少年呐、啊、都能够从事的一种集体劳动，所以在这样的劳动中呢是最容易孕育出欢乐的歌的，何况藏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生性很快活的民族。那当然的青稞呢，它对于藏族的意义又特别不一样，就是因为有了青稞这种农作物，所以拉萨河流域才有农业。青稞它不仅仅是一种农作物，它在藏族同胞心中还带有某种神性，所以呢唱起这个歌来我们才会觉得哎，又质朴又欢乐又圣洁。藏族的劳动歌曲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欢乐无比。听到这首打青稞，我的感觉那就是劳动真幸福。然后今天来我觉得观众朋友们的情绪非常的激昂，然后大家都给予了我很多的鼓励，然后一直在下面跟着我的节奏律动，然后就在，所以我特别的开心，越唱越有劲。